第五，刘彻。晋代有诗云：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。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，可谓是千古一帝。刘彻能力强悍，雄才大略，这点不同多说，能跟秦始皇、唐太宗并列，自然是有点料的。五位刘氏皇帝，刘彻排名靠后，并不说他不厉害，而是刘彻条件太好。刘彻含着金钥匙出生，有文景之治作为基础，汉朝建国70年，实力雄厚，比同时期的罗马强几个档次。可以说刘彻的班底很好，坐享祖宗的成果。北伐匈奴，远征西域，征讨西南夷，刘彻战功显赫。但是刘彻不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性，一味穷兵黩武。卫青、霍去病之后，汉朝继续与匈奴作战，却屡战屡败，损失了十几万精兵。李广利、李陵、赵破奴投降匈奴。武帝晚年连犯错误，只好下罪己诏，休养生息，但文景之治一去不复返。第四，刘邦。汉朝开国皇帝能力比较强悍，单纯看战斗力，刘邦可能不如刘彻厉害。公元前200年，刘邦御驾亲征，率32万兵马征讨匈奴，结果被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，差点成为俘虏。汉武帝时期，汉军连续北伐，虽说损失很大，但匈奴也被打残，四分五裂，难以重振。对匈奴作战，刘彻的成果比刘邦大，但刘彻底子好，刘邦则是白手起家，没有抗衡匈奴的本钱。秦末农民起义，群雄逐鹿，刘邦能脱颖而出，与其谋略是分不开的。秦末汉初，除了项羽，没人是刘邦的对手，韩信、彭越、英布都是被刘邦收拾。楚汉战争时，刘邦屡次被项羽击败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刘邦每一次战败，都能轻易夺走韩信的兵马，东山再起，最终击败项羽，夺取天下。论谋略和带兵，刘邦比刘彻厉害，强一个档次。第三，刘备。蜀汉昭烈帝综合能力很强悍。说起刘备，大伙都说他是靠哭泣得天下，能力比刘邦、刘彻差很多，也就一般般而已。刘邦征伐一生，建立西汉王朝。刘彻北击匈奴，南征西南夷，还远征西域，将汉朝国威传播域外，很是扬眉吐气。表面上看刘备不如刘邦、刘彻，实则不然。从对手实力而言，刘备所面临的环境比刘邦、刘彻差很多，而自己的资本则少得可怜。东汉末年群雄崛起，尤其是曹操、孙权都具有雄主风范。刘备卖草鞋起家，麾下兵马很少，他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强者如林，刘备却能逆势而起，取得川蜀地区并非易事。刘备能屈能伸，懂得周旋，也善于用人，最终建立蜀汉王朝，与曹魏、东吴对峙。汉中之战，刘备御驾亲征，经过4年交战，击败了曹操。第二，刘秀。汉光武帝综合能力相当强悍，跟秦始皇、刘裕、李世民、成吉思汗、朱元璋一个档次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西汉末年，外戚王莽夺取刘氏江山，建立新朝。王莽的瞎指挥，穿越式的革新引起天下动乱，绿林起义、赤眉起义随之而起，中原乱成一锅粥。起义风起云涌，已经是皇室远支的刘秀召集兵马参与逐鹿中原。群雄并起的年代，刘秀逐步击败各路诸侯，再次建立汉朝，并迎来光武中兴，着实不简单。但是刘秀略逊刘裕一筹，屈居第二。第二，刘秀重建汉朝并非汉军多厉害，而是得到豪强的支持，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。东汉建立后，刘秀实行度田制，因豪强反对，只好作罢。至于名扬天下的昆阳之战，3000兵马击败40万大军，只能当故事。昆阳之战时，刘秀只是一位偏将，地位很低，虽说他很勇猛。第一，刘裕，人称季奴，南宋词人辛弃疾是他的粉丝。南北朝时期，论帝王雄才大略，首推刘裕，其次是宇文邕、慕容垂、苻坚、孝文帝。刘裕出身低微，后参加北府兵，从一位小兵干起来，成为一代帝王。重视门第的年代，出身寒门的刘裕能崛起，并将门阀士族埋葬，其能力相当强悍。带兵征战，刘裕更是厉害，比刘邦、刘备、刘秀强很多。还是小兵时，刘裕几十人就敢打千余敌军，队友逃走时，他独自背靠大树与敌军厮杀。成为统军的主将时，刘裕横扫群雄，六位皇帝都栽在他手里，号称帝王收割机。步兵打骑兵，还要以少胜多，刘邦、刘秀做不到，刘裕做到了。刘裕独创雀跃阵，以步兵克制骑兵，北伐中原时压着鲜卑骑兵吊打，3000步兵列阵，击败4万鲜卑骑兵，北魏不敢再阻止刘裕征讨关中，只能借道给东晋。刘裕能力强悍，比李世民还要厉害一点。若是再过几年，刘裕统一中原乃板上钉钉之事，南北朝提前结束，中国史上将出现一个强盛的宋朝。可惜的是，刘裕的后代子孙不给力。袁家北伐失败后，宋朝逐步被北魏削弱，
让辛弃疾很无奈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见。